开会时间已到，请主席宣布开会。上午会议现在开始。今天上午议程由县府建设处主计处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首先请建设处陈处长上台工作报告。大会主席、张副议长、各位议员、小姐、女士、先生、新闻媒体朋友，大家早，大家好。今天是建设处的工作报告。那依往例呢，在报告之前呢，先来介绍建设处的团队。第一位呢是我们的邓副处长邓子仪。第二位是纪政蔡兆焕先生。第三位是专员赖婉秀。再来是土木科长李国元。水利科长郑庆龙。公共工程科科长林约安。建管科科长张志豪。使用管理科科长林思群。都市计划科科长吴俊兴。下水道科科长张世佳。接着来报告我们各科的业务。第一个是土木科。土木科呢，它主要是负责前线的这个道路桥梁以及交通设施等新建改善跟维护，以及生活圈道路系统的建设计划，还有呢既有市区道路景观及人本环境、自行车道及交通相关的业务。它的重点工作呢，第一个是市区交通改善以及公共运输的规划。为了改善花莲市区交通及提升观光品质，因应苏花改通车之后带来的这个大量车流呢，本府已经完成本线停车空间以及公共运输先期的规划。那正在办理新辟市区客运路线呢，以及市区客运营运管理自治条例的订定工作，希望呢对本县的市区客运以及这个营运管理法制化，提升这个服务的品质。那这些所需要的用地呢，也透过都市计划第三次通盘检讨，在办理的过程呢，在花莲火车站前面把客运的这个转运站，以及花莲市福德以及四维段的这个停车转运，以及都市计划变更呢，已经报到内政部的都委会，已经在审议中。那希望呢，来解决市区停车空间的不足呢，以及改善花莲火车站前大众运输转运不佳的情形哈。那同时，在配合目前正在办理中的海滨193大道的拓宽为30公尺之后呢，来舒缓这个道路拥塞的问题。那透过设置完善的交通枢纽网呢，来疏解庞大的车流，提升交通安全以及生活品质。那刚刚讲到的都市计划变更案呢，以内政部已经在105年4月26号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第873次会议已经同意了哈。那现在办理重新公展之后再提会，大概整个就能够定案。接下来是县193的这个道路拓宽哈。那193线是从三站到七星潭的路线，是0到7K 啊，以分别还有南边的这个南滨到南海世界的路段。是17K+300到19K+840，它的拓宽工程合计获得交通部生活圈计划核准了14.36亿元。那目前呢，三站到七星潭的路段呢，依据环评法的规定，那审议环境现况的差异分析以及对策检讨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中，那南滨至南海四街这个部分呢，已经在10月31号动工。预计呢，107年7月能够完工。再来是有关瑞穗乡瑞北村到鹤冈村桥梁新建工程的部分，这个部分获得交通部生活圈计划核定补助5.88亿，
在105年的6月21号动工呢，预计107年的6月能够完工。啊，第四项是凤林镇花46线，就是凤林市区往三星拓宽工程，就是接建英大桥的那一段哈，改线。那在它叫花46线，在5K 加2285呢到 7K 加500的拓宽工程，获得交通部生活圈计划核准补助1.39亿。那目前呢正在办理所谓的设计还有用地取得的作业。那预计呢明年1月能够动工。第五项是吉安一号公路的二期工程。那吉安一号道路含南华二阶拓宽工程已经在104年的11月27号完工通车哦。为了彻底解决所谓的铁路平交的瓶颈，那我们也获得交通部生活圈补助250万，办理所谓的一号公路延伸二期工程的可行性研究。那预计呢，在明年的4月能够办理完成后，据于向中央来争取经费。那第六个是两潭自行车道断点的串联工程，就是跨吉安溪自行车道的部分。那为了完成两潭自行车道在吉安溪的断点能够串联啊，本府争取也获得教育部体育署补助，办理吉安溪出海口自行车道桥梁新建工程，在今年的3月15号动工哈。那这个案子因为有涉及到一些保安林地的问题，也获得林务局同意啊。那在11月份已经继续恢复施工。那第七个是花莲市新兴道路拓宽工程，内政部营建署生活圈计划核定补助办理花莲市新兴街拓宽工程。那这里边呢，除了上智路起拓宽到新兴路的主线以外呢，同时呢拓宽花莲公校跟军营间的支线，就是看守所到我们这个旧台九的这个部分哦，串联到府前路，以发挥整个美仑地区未来要往北或者往南哦的一个捷径。那完工之后呢，可以经由中央路行经十六股大道以及新兴路呢，直通府前路哦跟中兴路的入口。那经费是3.46亿。那本府编列的配合款3500万元，目前正由营建署办理工程设计中。再来是第八项，吉安乡的中原路拓宽，内政部营建署生活圈计划核定补助中原路拓宽，就是中央路到吉安路一段的部分，这个部分将分为两期来办理拓宽。第一阶段将拓宽中央路到北安街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经费是1.06亿，本府编列的配合款3000万。目前呢，由这个营建署在办理工程设计中。接下来来报告这个水利科的业务哈。那水利科主要是负责前线的这个河川区域排水跟一般排水治理，还有改善维护及使用的管理。它的重点工作呢，第一个是有关104年度区域排水今年度继续执行的部分啊。104呢编了1亿880万3000元，那办理区域排水工程一共有15件，那一般排水呢有7件，那编列了1715万4000元，那堤防新建工程5件，那编列了4000万元，那陆续完工中。再来第二点，第二项是105年度呢区域排水工程的部分呢，105年的一共编列了1亿500万，那办理区域排水呢9件，那预算是编列了4650万，那一般排水工程10件，那预算编了2250万，堤防新建工程4件，那预算一共编了3600万，目前也陆续办理测设及工程发包中。第三项是办理本县流域中离综合治理计划的部分，那104年度呢，本府争取流域综合治理计划呢获得核定补助美仑溪水系，就是美仑溪左岸新建左金华护岸工程等4件，还有联合排水系统联合排水2K 加50到2K 加770护岸新建工程等5件工程，以及相关应急的工程，合计获得总工程费4亿的补助。那它的执行情形呢，第一个凤林镇南平排水铁路东侧治理工程呢，我们是委由公路局并同台九线的拓宽来施工。那凤林镇南平排水铁路西侧支线治理工程呢，是0K 到450到0K 加890，还有秀林富士堤防加高治理工程，还有美仑左岸新建嘉里堤防等4件工程都已经完工了。那第二项是有关国强排水下游段的这个治理工程，从0K 加000到0K 加580。那国强排水
下游段的治理工程0 K 加580到0 K 加770，含桥梁改建工程以及联合排水护岸新建工程2 K 加50到2 K 加770，已经完成用地取得办理工程设计中。第三个是花莲市美仑溪主流左岸新建左清华护岸工程，还有花莲市八堵毛溪护岸治理工程，就是嘉陵五号桥到汇流口等两岸。那目前呢，办理用地取得作业。那第四项是第二阶段，经提报经济部水利署并获得核定补助办理的工程，既有滨海排水下游段的治理工程，零 K 加000到零 K 加650含桥梁改建工程，联合排水系统的截流箱涵治理工程，南海四街的部分，还有联合排水系统截流箱涵治理工程海岸路的部分等三案。那预算经费呢，含用地费一共获得1亿2450万的补助，目前课程办理用地取得及工程设计作业中。那第四个有关办理防治防灾的工作，105年度呢，一共编列了783万元办理花莲县县管河川还有防汛道路区域及中小排水抢险抢修工程，以及补助13乡镇市公所办理防汛演习。依据水利法、河川管理办法及排水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的编列预算办理灾害抢修抢险、开口契约及防汛演习，以利这个防以利汛期前呢的准备，以及灾害发生时及时调派人员积极进行抢修抢险的事宜，达到防灾减灾的目标。接下来我来报告公共工程科的业务。那公共工程科呢，它主要负责执行是交付的任务跟工程，还有代办本府各项工程。那配合办理促参相关业务推动，以及办理全民监工公共工程业务。它的重点工作呢，有第一个执行交付任务与工程的部分。第一个执行花莲县青年安心成家住宅新建工程，委托规划设计建造技术服务案，经费是4648万。那协助完成青年安心成家的政策目标，那目前呢已经完成细部设计，那正在办理招标作业中。第二个是根据执行阳光电城暨南北滨公园周边整合缝合的计划，发展观光配合本县四大园区开园，那继续执行太平洋公园优质缝合计划，那经费是获得2000万的补助，来协助推展观光花莲的这个市政目标，创造旅游新景点。第二个是代办本府工程的部分，他代办了社会处的花莲市花岗山老人馆以及吉安庆丰老人馆等2件增设这个设备，以及整件工程计划是6430万。还有代办原民处太巴郎文化聚会所新建工程，经费是2429万。第三个是代办农业处的花莲县公立动物收容所迁建工程，它的经费是490万。还有呢，代办观光处赏心广场环境整备工程，还有封冰箱新基隧道天空栈道空间营造计划，以及七星潭苏迪勒台风呢灾修复建工程等3件工程，它的经费是4937万。还有代办客家事务处的绕境祈福丝路行脚发现客庄庙会新气象的第一期工程，预算经费是1753万。还有代办消防局的人里消防分队停车新建工程3500万。还有代办教育处500万以上的中正国小老旧校舍改建工程6件，合计经费2亿2092万。还有执行建设处本身的城乡风貌工程瑞穗乡温泉路林荫大道环境改善工程是640万。接着是配合办理促参相关业务，那教育处的回南国际文教会馆的 ROT 案已经在101年的8月7日由教育处完成招标，富力商旅这个有限公司得标，102年的1月11日签约完成，104年7月14日内部装潢完成，那文件呢送给教育处审查经营管理计划的部分，还有申请立建筑及办理旅馆登记业的程序中。那观光旅游处的这个瑞穗银山庄度假会馆 BOO 案呢，目前建造已经核准，那办理契约变更协调作业中。第三个是原住民行政处的台湾原住民文化会馆委托营运 OT 案，目前呢可行性评估已经完成，依照协调会的决议呢，那预定在
年底之前呢能够开工。第四个有关促餐的业务呢，那也因为公共建筑科呢它的业务繁杂哈，在今年的这个8月19号的签准移给这个财政处来主政哈。那第四个是办理全民监工公共工程的部分哈，在今年的4月1号到8月31号止呢，一共受理的民众反映道路环境、排水、施工进度等有10件哈。那有关公共工程相关的问题，那已经协助相关的工程单位改善并解决问题，提升公共工程品质，并作为促进民众与工程机关沟通改进的桥梁。第四个来介绍这个建筑管理科哈，建筑管理科最主要是负责我们前线的建筑许可、室内装修许可、营建剩余土石方处理以及营造业登记管理等业务。它的重点工作呢，第一个是有关建筑许可的业务。本府为了推动便民措施，缩短一般建筑执照申请案审查时程以及加速核发执照的作业，在102年的6月修正了花莲县建筑管理自治条例，增列第39条授权建筑执照的审查业务得委托专业的工会团体来办理。那103年的1月1号正式委托花莲县建筑师工会来执行审查跟执照的制作。那这个委托案作业实行至今呢，一般建筑执照从挂号申请到领得执照的时程呢，依照个案的不同条件，已经由1到7天内能够完成，那落实所谓的专业审查，快速发照。另外，使用执照的部分呢，已经公告使用执照自主检查表，供申请人自主检视哈。那建筑管理科呢，现在由专人统一收件及排定现刊时间，依个案条件不同，发照的时间已经缩短为7到14天内能够完成。第二个大项是落实建筑工地的管理。为了加强这个执照审查有关结构设计签证的这个审查，并依花莲县建筑管理自治条例规定，加强建筑工地的管理，除了定期进行这个工地施工勘检勘验外呢，也增加不定期巡查工作施工的围篱、工地环境整洁以及施工应价安全等。依照内政部营建署的规定呢，那县政府在103年的8月13号订定并公告实施花莲县建筑工程施工勘验执行办法，明确的规范各阶段施工申报的书件，以落实建筑物施工管理。那第三个大项是营建剩余土石方的这个业务，建筑工地那申报开工以及放样指定勘验的时候，依照花莲县营建工程剩余土石方管理自治条例以及花莲县营建剩余土石方处理及资源堆置设置管理要点规定呢，要稽查营建剩余土石方营建余土的流向及土石方的数量，来确认剩余的土石方到合法的这个收容场所，那避免了土石方随意倾倒污染环境。那另外为了加强管制，本府另外要求呢，在基础勘验的时候也需要检附基地四周完整的这个照片，并就将基地内土方平衡的案件呢加强列管。如果未符合这个核定的土方计划者，将予以罚款后要求变更计划书至改善为止。第二点是104年9月1号起呢到今年的3月31号止呢，本县合法的营建剩余这个收容场所呢剩下4家哈，那目前还有2家在申请这个展延营运中。第三个是本县获得营建署补助140万，办理营建剩余土制度革新呢及讲习的业务，将建立了电子化申报系统及逐年一化。第四个是执行花莲县免建造执照屋顶防漏处理原则。那我们知道一般的建筑物在使用多年之后呢，常常发生屋顶漏水的情形哈。那考量屋顶防漏防热处理申请建造的程序繁琐，那建设处呢也订定了花莲县免办建造执照屋顶防漏处理原则，明确的去界定得免办建造执照的条件，以申报制简化建造申请的流程。那申请表呢可以到建设处的网站去下载，以达到便民的目的。那再过来是有关室内装修的许可的部分，那我们委托花莲县建筑师工会办理建筑物室内装修查核图说以及竣工查验的审查，由工会呢
派他领有这个室内装修审查人员证件的会员担任这个审查人员，组成审查小组，定期每个星期二还有星期四呢下午办理所谓的审查作业。那借由专业人员的审查及固定审查的时间，以提升这个申办效率以及它的品质。第六点是定期研讨各项建管疑义事项，以提升呢这个建管业务品质及效率。建设处借由定期跟建筑师工会举办所谓的建筑管理的协调会，啊，就建管业务有疑义或者是不明确的事项呢，来跟这些专业的建筑师大家一起共同来讨论，啊，来研商处理的方案，透过这个双向的沟通呢，解决法令执行上的疑义，提升所谓的发照的品质。那第七点呢，是有关提升民众洽公环境及服务品质。那审查流程透明化及便民依化的查询这个部分，因为建筑管理的业务哈项目繁多，那制定了发令线建筑执照及杂项执照应检附书图文件及排列顺序表，供民众申办业务参考，并将执照调阅的程序呢系统化，那调阅申请书表随时供民众索取。另外结合电脑资讯化，能够上网查得申办的案件的进度。那上网查询的这个路径呢，第一个是进入花莲县政府的首页，接着点选人民申请案件的资讯，啊，接着再点选申请案件查询，啊，我们来加强建筑管理人员的服务训练。那本府建筑管理申办业务流程呢，以配合廉政跟效率标准，在电脑系统上全程透明化，那它的准驳跟它的原因也都能够在系统上面查明，已经做到所谓的全程透明、全程公开。再来是来报告使用管理科的业务哈。那使用管理科呢，它最主要是负责本县的这个违章建筑管理，还有建筑物的公共安全管理等业务。它今年度的重点工作呢，第一个是落实公共安全申报人员签证内容复查的工作，那避免签证不实的状况。第一个，主动将公共安全检查符合规定的建筑物呢，纳入内政部营建署建制的这个建物公安 APP， 民众能够在行动手机安装之后呢，在本县各地执行该软体后，就能够查明，你到的这个建筑物它的公共安全的申报情形是怎么样的，那提供民众一个便利查询的平台。第二点，落实公共安全申报人员签证内容的复查工作，那避免签证不实的状况。并订定了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签证以及申报案件签证不实认定作业原则，经确认之签证不实人员呢，将依建筑法91条之一的规定做成处分，并登录在全国建筑管理资讯系统以及通报营建署。第三点，配合中央主管机关及本府相关目的事业组单位呢，来执行，比如说补习班、幼儿园、八大暨电子游乐场，还有 KTV、网咖、旅馆、医院、老人安养中心、社会福利机构等这个场所，那维护公共安全的联合稽查，那确保建筑物合法使用。那另外，本府在今年度呢，加强供公共使用的这个建筑物的公共安全主动稽查工作。除了上述配合本府各项事业主管机关外，目前呢，每周不定期排定日程及稽查组别呢进行所谓的复查，那复查不合格的案件呢，依照这个加强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及取缔执行要点规定，通知改善，张贴不合格告示，还有采罚。如果限期仍然未改善，则依照规定呢断水断电，以维护公共安全，落实达成建筑物公共安全稽查落实不打折。第四点，积极利用各种活动场所进行建筑物的这个公共安全教育宣导。今年一月到今年的十月，一共办理的公共安全签证申报案216件，那供公众使用建筑物总检查120家，那其中合格的有79家，不合格的有41家，勒令停止使用的0家，限制改善的10家，断水断电0家，罚款的13家，停业或改为其他总用途的有18家。接着是前面推动友善环境空间，
在104年在全国公共建筑物无障碍生活环境的考评中呢，本县在实地勘查项目获得评审嘉许跟信赖。那我们就持续推动我们的新建及既有公共建筑物行动不便使用者的设施计划，也获得营建署的补助。那县府呢，后续我们会积极的来配合国家的政策，针对既有建筑物无障碍改善执行部分呢，积极请业者来配合改善既有建筑物无障碍设施的环境，并逐年规划既有建筑物无障碍改善，让花莲县成为友善的城市，并提升民众的生活环境品质，缔造友善之都。从104年九月到今年的三月间，我们行动不便勘检小组一共执行勘检33件。那第三个是有关违章建筑管理的部分。那依照花莲县违章建筑查报及拆除标准作业程序，制定了花莲县违章建筑申办建筑执照的作业要点，还有花莲县办理变更使用执照申请案件违建部分的处理原则，加速违章建筑相关业务的制度化的建立。第二个，本府在103年八月四日订定实施了花莲县执行新领得使用执照建筑物复查机制的作业要点，在使用执照核发日起第三到第五个月内，我们派员到已经核发使用执照的县地去复查，进行所谓的现场复查拍照比对后呢，将资料照册列管。如果发现有二次施工的情形，除了依法要求恢复原状或强制拆除以外呢，并在改善后每两个月巡查一次，以及列管一年。本府在105年今年的一月到十月呢，有关使用执照核发案件一共有491件，已经完成复查的有382件，那它的复查率达到78%，那其中有增建的有59件，那施工中的有17件。那我们期望透过有效减少本县违章建筑案件，并导正民众及建筑开发业者使用建筑物任意违章的这个错误认知。第三点，今年的一月呢到今年的十月，经实施现场勘查实质违建通知拆除的一共有46件，那已经执行的有37件，那拆除率达到81%。那考量本府目前执行该业务的人力物力及年度核定预算呢，时有执行不易之处哈。那其实全省各县市政府都一样，为了能够将有限的人力物力及经费发挥最大的运用，那每年度呢，能够处理的违章建筑不分年度结构大小案件，依照花莲县违章建筑查报及拆除标准作业程序，将新旧违建及特定区域的违建先予以划分之后，再视个案的影响公共安全的程度呢，来排定所谓的优先拆除的顺序，才能够将有限的资源做最大的运用。并不是说拆除速率提高的检讨。那第四个，为了遏止违章建筑的扩张，本府草拟了花莲县强制拆除违章建筑收取费用的自治条例，来以明确行政机关执行这个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的费用，落实于违建物所有人来负担，以符社会正义及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而遏止这个违建消弭违建。那第四个是有关老屋建检的推动，有鉴于这个台南发生的这个大地震造成重大的灾害，多数这个损害的建筑物都是老旧的建筑物。那县政府草拟了所谓的老屋建检相关政策，这个政策也获得内政部在今年中已经也正式的补助我们，就是针对88年六月一号以前领有使用执照6层楼以上的公益大厦，他只要经过管委会向本府这个建筑就是使管科来申请，那本府将安排勘检的时间来协同这个专业的技师到现场评估。那这个本政策呢即日起就开始实施，并受领公益大厦管理委员会及建筑物所有权人来跟我们申请就可以。那民众也可以上网去看看有关自我这个检查评估的部分。第六个是来报告有关都市计划科的业务。那都市计划主要它是负责前线的都市计划的新订通盘检讨、个案变更，那以及住宅政策、城乡风貌等业务。
那今年的重点工作呢，第一个是变更吉安都市计划注意住宅区西部计划的第一次通盘检讨案哈，这个案子在县都委会也审了很久哈，那因为过去在民国93年所发布的开发许可制的推动，造成这个地方大家有观望，看看社会发展的情况才来申请。那这一次呢的通盘检讨的重点是朝向所谓的办理以湿地重划的方式，希望在短时间就能够把都市的环境景观或者是公共设施呢整个规划新建完成。那这个案子呢在今年的2月20号补办公开展览会，那3月1号也举办了第3次的说明会，还有8月31号那再补办这个公开展览的说明会。那进行了这3次的说明会，它的重点是第一个有关建成期，也就是住1至4的部分呢，它应该负担的这个土地或等值代金的部分，这个部分主任委员是财市现行的土地或等值代金缴纳28%的部分呢，原则再延长2年。那它的经费是以它的标准是以93年到98年间呢6年的这个公告限值的平均值来计算，但是它有一个附带条件，要在107年的12月25日前呢缴纳完毕。那超过这个预会期限之后呢，就回复到当年的这公告土地限值来缴纳。那居民可以利用这个延长的时间，尽速完成缴纳，并完成所谓的变更住宅区的程序。第二个，针对速地的部分，就是所谓的住1至3的区域呢。那县都委会147次大会审结是以自办湿地重划的方式开发，那县政府不介入也不干涉它的开发案。第二大点是有关拟定瑞穗温泉特定区的部分哈，这个部分在去年1月29号经过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第4次的专案小组会议呢，它调整把瑞穗温泉区原来是980公顷吧，调到现在所谓的275.43公顷。那这里边还有2件事情要花莲县政府继续去办理的。第一个就是有关部落的部落是不是同意这个案子。那接着是有关农地的变更，有没有涉及到他农委会的相关规定。那还有排水计划等。后续呢我们再请相关主管配合办理中。那有关部落会议的部分呢，在8月19号经过瑞祥部落召开了这个部落公听会跟部落会议。那一次的会议呢，因为人数不足导致流会。那本府将积极请部落或者是乡镇公所这边呢来继续办理。那有关农地变更的说明书的部分呢，那我们也在8月10号会了农业局来审查哈。那农业局审查之后还有应该要补正的事项，那建设处呢也在积极办理中。那107年7月20号简送的这个用水计划差异分析呢，请经济部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局审查。那目前在7月25号那审查的会议记录那修正中，我们将等相关待厘清的事项及要待补充的事项收集完成之后呢，再报请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呢来继续审查所谓的瑞穗温泉区的特定区的计划案。接下来来报告的是下水道科的业务哈。那为了提升花莲市各抽水站的抽水功能，依据本县各乡镇施工所提报的雨水下水道建设计划以及系统重新检讨规划，那本府新办雨水下水道工程，并补助各乡镇施工所办理雨水下水道清淤疏浚工程。它的意旨呢，是在解决本县辖内呢低洼地区水患的问题，来保障民众居家生活安全。它补助的重大项目有第一个雨水下水道的建设，今年一共编列了5809万8000元，执行前线的雨水下水道工程一共有5件，那预计完成雨水排水箱涵979公尺。那第二个是有关南滨抽水站增建及滞洪池的工程。那近年来全球高温呢，造成这个异常气候对全球各地的这个影响不断的加剧。那极端降雨造成花莲市区淹水，那本府呢流域综合治理计划一共获中央补助3.5亿元来办理花莲市的南滨抽水站改建以及滞洪池的工程，将原本抽水能量
每秒18立方公尺呢提升到每秒42立方公尺，那预期来改善南滨抽水站呢效力不彰，而且机组老旧的因素，那常常引起这个自由街重庆市场这个地方淹水，旧市区淹水啊、哦。那这个案子如果改善完成，我们预计能够减少花莲市淹水的面积是 34.18 公顷。那再来是有关自由街的排水改善工程，它一共分两期编列预算，一共编了101.04亿。第一期从中正路到福建街的部分，它是6米×2米双孔的箱涵，已经在今年的3月11号完成。第二期是福建街到南滨路，它建2孔5米×2米的这个单孔箱涵啊，目前进行重庆路到南滨路193道路施作，预计呢明年的6月底能够完成。第四项工作是日出观光香榭大道，这个计划预期重新营造花莲市旧城区，进行整体的风貌啊。那整个计划范围呢，从自由街至林森路到这个南滨路，一共是1.4公里长的街区。那初步规划设计总工程费要6.37亿哈。那我们在今年已经获得中央补助2.6亿，那目前正在办理。在今年的9月23号结标，由这个承拓工程顾问公司得标哈，目前正在办理所谓的基本设计审查阶段。第五个是雨水下水道清淤工程，今年度一共编了1100万元，执行前线雨水下水道清淤工程一共有9件。那预计完成雨水下水道清淤呢，一共有107500公尺，就是107.5公里的意思。那第六个是有关流域综合治理计划，啊，一共获得营建署补助1.794亿6000元。那它的计划执行包括花莲县吉安乡南埔8街、10街、仁里1街、仁里3街，还有自强路雨水下水道的工程，还有花莲县光复乡大同引水干线工程，以及花莲县花莲市中山路福建街、3民街雨水下水道工程，以及花莲县雨水下水道普查等4件。污水下水道系统是水污染防治之本。依据污水下水道第五期建设计划，建置污水下水道的系统呢，就是分支管及用户接管。那用户接管的普及率呢，以及现代化的都市指标，除了可改善都市居住环境卫生，提升县民生活品质，那污水处理厂呢，它素有城市肾脏之称啊，为全县民处理生活污水，为污水下水道系统关键之一环。那下水道管线为系统的血管，维护下水道的管线的正常功能，来减少管线阻塞不通或设备的损害情形，保障县民的这个生活品质啊。那污水下水道的建设计划，今年度一共编了7亿1428万6千元。那本府自办的部分呢，那目前都已经终止契约，那正在办理所谓的清算作业。那委托内政部营建署代办的部分呢，目前正执行的有4件污水下水道的系统新建工程，它分别是花莲市铁路以东暨美仑溪以西污水下水道系统新建工程第4标。那这个标案在103年10月9号已经发包，目前办理主干管的设置，预定明年5月能够完工。那第二个是花莲市铁路以东暨美仑溪以西的污水下水道系统新建工程第6标。这案子在去年的1月30发包，目前办理主干管设置，预定106年7月能够完工。第三个是花莲市铁路以西暨上美仑地区污水下水道系统新建第5标工程，在去年的1月22号发包，目前办理用户接管，预计今年的11月，就是这个月中或者月底能够完工。那接着是花莲市铁路以西暨上美仑地区污水下水道系统新建工程的第6标，它是在去年的1月22号发包，目前办理这个用户接管，那预计呢，今年也能够完工。啊，接着第二大项是污水处理之成果。花莲地区水资源回收中心自1998年12月1日开始运转之后呢，随着大量花莲地区污水下水道系统的用户接管的数量逐渐增加，
到今年的8月31日止呢，用户接管已经达到33730户。那水资源回收中心呢，105年每日平均处理的污水量呢，是38198立方公尺每日。那这个中心呢，是采取二级活性污泥处理系统方式处理，那符合处理到符合放流标准之后呢，才排放到这个花莲溪入海。那对于花莲地区，这个河川105年每月平均可以减少 VOD 呢77670公斤每月的这个污染量的流入这个承受水体，对于河川水质有很大的这个效益。这个污水水资源处理中心放流的水呢，经过消毒处理后，部分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作为厂区内景观绿化、植栽用水，还有设备清洗、绿布冲洗，还有消泡用水等使用，并设置回收取水站，供花莲市的民众呢，还有各机关免费索取这个回收水，来作为这个景观喷浇灌啊、洒水或者抑制扬尘，还有厕所冲洗的使用，达到水资源有效利用的功效。那它每个月可以回收可利用的量呢，有6653立方公尺。以上是建设处的工作报告。因为建设处的业务庞杂哈，如果有疏漏的地方，还请各位议员、小姐、女士、先生不吝会指导跟更正。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建设处陈处长的工作报告。接下来请主计处司处长上台工作报告。大会张副议长、赖秘书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先进、建设处陈处长、议会以及本府各位同仁好。很荣幸到大会就本处近半年的工作情形进行报告。报告前先介绍主计处的主管，第一位介绍的是本处的副处长杨姿怡。第二位是我们税计科钟苗明科长。第三位是会计科的林淑清科长。接下来是审核科陆美文科长。接下来是账务科江秀美科长。坐在上面的是统计科的林玉莲科长，还有本处专员张正仪专员。接下来进行本处的工作报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关于主计行政的部分，第一点是督导县署各级机关及乡镇市公所会计制度的实施及内部审核办理情形。本处于今年6月中旬组成专案工作小组，派员实地视察本府所属一级机关及各乡镇市公所的会计制度实施状况及其办理情形，撰写查核报告，协助各机关修正会计制度缺失及推展政务，提升财务效能。第二点是办理有关所属主计人员的教育训练以及各项活动。第二个部分就预算业务的部分报告。第一点呢，依本府订定的105年度预算执行节约措施，根据办理执行。第二点是汇编及审查本府及各机关105年度追加减预算，以送经大会审议通过。第三点是筹编106年度总预算案及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总计表，以送请大会审议中。有关本县106年度总预算案，编列税入191.39亿元，较上年度增加11.65亿元，约增6.5%；税出编列191.18亿元，较上年度增加11.44亿元，约增6.4%；税入税出剩余为2100万6000元。第四点呢，是辅导各乡镇市公所编列总预算。订定由本县的预算编制应行注意事项以及共同性费用编列基准，加强辅导各乡镇市公所依相关规定编制预算。第三个部分是会计业务的部分，
在会计科执行方面，第一点是加强内部审核，确实审核年度各项计划及预算之执行，促使各单位依据计划的内容跟预定的进度来实施，并依据现行有关法令制度，确实审核会计凭证报表及簿籍，并为会计事务之处理，力求创新简化，并全面实施电脑化作业，以提升行政效率，以及协助本府各单位办理采购事务及财务处理程序，均能依政府采购法及相关规定办理。第二点是执行付款单据的审核及付款凭单的作业，就公款支付部分，于两日内收到的应付款单据审核后编制传票或付款凭单，送财政处执行付款作业。另为便利民众，凡在零用金额度范围内，也就是8000元以内的小额采购呢，均以零用金支付。第三点是清理预付款的部分，各项预付款呢，依据各该计划执行其程，清理其如期规定，对于悬账款项，并经常督促及时清理。第四点是按月编制会计报告，送有关单位核备及原始凭证，送审计机关审查事宜。另外，在审核科执行方面，第一点，审核会计报告，依照会计法的规定，审核各乡镇市公所及所属一二级机关所送会计报告。第二点是编制本县总会计报告，平时呢，依照公库日报表、付款支付日报表等收支凭证，办理总会计事务，按月编制总会计报告，并依县报请有关机关核备。第三点呢，是办理总决算及附属单位决算及总计表，年度终了时，依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所编的总决算编制作业手册，编制本县104年度总决算。一县于今年4月底前编竣，已经分送审计机关及行政院主计总处。第四点是办理总预算的半年结算报告，年度执行中依据主计总处所编各类半年结算报告作业手册，编制本县105年度总预算半年结算报告，并依县于8月底前分送相关机关备查。第四个部分是有关地方教育发展基金预算及会计业务部分，除了按月汇编基金的会计报告，编制105年度基金的半年结算报告，送有关单位核备跟审计机关以外呢，持续推动分区辅导国小兼任会计业务，并于今年的6月15到23日派员实地视察所属会计学校会计业务办理情形，定期办理专业训练，以增进会计同仁专业素养，提升学校的财务效能。第五个部分呢，就统计业务的部分，在公务统计执行方面，平时就报表程式进行管理，统计资料的编管及提供发布，并实施统计工作的稽核与辅导，另外定期检讨统计法制。在调查统计执行方面，第一点是办理各项基本县市调查统计，按月辅导家庭收支记账80户，按旬办理营造工程物价访查695项次，按日办理城市消费者物价调查3695项次。另本期间经办的统计调查部分，尚包括有人力资源调查、人力运用、受雇员工薪资、员工动向、职类别薪资、汽车货运、营造业经营概况、服务业营运及经营概况等调查，共计完成3800多件。第二点呢，是办理104年的农林渔牧业普查，实地普查工作在今年4月1号到5月31日间实施。作业情形包括：今年2月1日，本县成立县普查处，责成各乡镇公所成立普查所，实际完成调查家数18000多家，总共完成21960几份的报表。普查工作已于105年7月31日如期如职的完成。最后，就统计资讯方面，运用网际网络提供本县历年的统计年报、人口统计、施政统计指标、重要施政指标以及图说花莲等资料，供各界随时上网参考。以上本处工作报告，敬请
大会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不吝指教，谢谢。谢谢主计处的报告。下个议程意见交换，现在休息十分钟。
好。休息时间结束，请主席宣布开会。继续开会。现在议程意见交换。你不是议员。反正有人。这个谢谢我第一个来的，谢谢我举很久了，谢谢我们大会主席张副议长哈。这边呢有几个议事议题呢，想要跟两个处室来探讨。首先呢是这个主计处哈，这个主计处哈算是比较专业的一个局处啦。以前洪处长在的时候，我相信在座有很多的议员哦，都会去跟他讨教问题哦，跟他请教哈。可是我相信这个我们司处长上任之后呢，可能没有任何一个议员去过你办公室做过哈。那在这里呢，其实只有一点啦，希望你在付款的时候呢，能够加快速度，那个时程呢能够缩减哈，这个。不要几万块就拖拖拉拉，让大家等太久。那另外呢是建设处的问题，我相信今天建设处会非常热闹啦，因为很多议员有想很多议题要跟你这个请教哈。前阵子大雨哦，到处都是路面塌陷，那最重要的是那个马路啊，都一个坑洞一个坑洞一个坑洞。现在很多骑欧多拜的人，他如果在大雨当中没有看到那坑洞，他就不练了哈。所以很多人对于我们的公共工程的品质哦颇有微词哦。那我觉得这个品质与人堪虑哦。这个我们建设处是不是可以一并的做检讨？那另外呢，现在花莲市每逢大雨必淹，造成居民困扰。那主本席呢，跟这个卫市长在前几个会期当中，都特别要求建设处所有的污水下水道的这个工程，你必须要雨水跟雨水，污水跟雨水一定要分流。可是根据本席的了解哦，有些这个承包商呢，他把为了便宜行事，他把污水跟那个雨水。都汇在一起，所以在下大雨的时候呢，喷出来就变粪水哦。难怪卫市长说呢，现在很怕花莲市呢变成一个很大的这个化粪池啊。那你们为了就要拼这个50%的接管率哦，所以都不在拼命的赶工。但是现在花莲市是希望你们全面停工哦，包括刚刚谢国荣谢议员他也是要求说哦，这个工程是不是可以暂时能够停止啊？检讨一下那个原因。那另外呢，我们发现花莲市。有两条大的这个污水管，其中 A 干管呢是在长安街上，可是 A 干管接的污水呢，它既然是吉安地区的污水到那长安街上，对不对？是吗？哈，那 B 干管呢是和平路上，它接的是花莲市的污水。那 A 干管跟 B 干管，它汇流出去的时候呢，会到一号井跟二号井，也就是南滨公园南侧的一号井、二号井。那你那个一号井、二号井呢？你又变更设计做一个闸门，可它有一个问题，当它水量太大的时候呢，它这个一号井、二号井，它就会被水淹掉哈。然后呢，它就会，如果水太多的话呢，它就会回水，它就爆管，这就是造成这是花莲市哦，为什么大淹水的主要原因。那你看哦，这个 A 干管，它靠近吉安溪的地方，那边好像有一个。出水口是不是？但是出水口在吉安溪里面，你知道那个七角川是它一旦雨水暴涨的时候呢，它几乎已经到了这个桥边这里了。所以当你的出水口低于水平面的时候呢，难怪那个水变成温泉喷泉啊。所以上次为什么花莲市的那个长安街有喷泉，就是这样的奇特的原因哦。而且呢，造成花莲市重庆路那边全部大淹水啊。那在这边呢，是不是提醒一下？就是说，你当初设计怎么会这样设计？为什么吉安溪的应该是说吉安地区的所有的污水会到花莲市来？你为什么不要沿着七角川溪的南岸直接去？然后呢，你这个一号井、二号井又要到对面的这个加压站去？那个加压站呢又没有潜水池，所以呢很容易就爆掉了。你为什么不要直接把这些污水呢直接连到你的这个污水处理厂，在光华工业区那边？那腹地不是比较大吗？所以在这边哈，本席要求啊，你们要把花莲市的水患的原因要一并探讨，而且要把对策提出来哦，不然呢，这个一定哈还会继续再发生的。还有呢，这个黄政富黄议员跟本席非常关心建国路的拓宽的这个工程的问题啊。现在下班的时候，你看那个建国路啊，塞车塞得不得了，一路塞回去哦。所以这个拓宽工程有没有任何的进度？那本席跟黄议员其实会看过好多次了。可是在我们的报告里面都没有提到任何的一个进度。那另外呢，台湾原住民文化馆的 OT 案，这边很多原住民议员，我们竟然不知道台湾原住民的文化馆，你的 OT 已经协调会议出来，你说9月要开工，
好，九月要开工。可是你要知道，那个花莲县原住民的台湾原住民文化会馆，它是全花莲县原住民的财产啊。你现在 OT 给谁？因为民进处也没有跟原住民议员报告啊。那另外呢，这个昨天很多议员去看那个天空栈道的部分，这样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景点。可是里面很多的工程的细节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处理。那封闭相关所需要各位协助的地方，其实请建设处哈，是不是可以多多帮忙哈？以上谢谢。黄玉梅议员，主席、处的处长及各级官员新闻媒体及同事，大家好。好。我们的那个陈处长很久哈，没有站在台上哈，一来一站就站了一个小时哈，也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我觉得不需要我。在谢深山时代，在谢深山时代有花了100亿哈，100亿要建那个花莲市的污水下水道，到现在。造成一水则淹，刚才迪布斯议员说过一水则淹哈，现在你们又发挥你们的空想啊哈，要把在吉安溪那边截流哈，把那污水直接排放到七角川溪啊，污水啊，花莲人多脏啊，那么多人做生意的污水全部要排到七角川的话，以后你们的谢县长，以后我们的陈处长怎么敢再去那边游泳啊？我希望。我们来，你来自南区嘛，对不对？南区的建设你应该非常清楚，我们秀姑兰区长得什么模样，什么哦，你应该非常清楚。既然花莲污水下水道没有办法做好，淹了还没有关系，一不小心还从马桶里面喷出来。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希望把剩余的决议款能够挪到中南区去建设。你明年水利课的预算啊？13乡镇水利课的预算只有6500万的总和，够紧张不？我昨天看了你们水利课的综合业务，13乡镇加起来，7亿排水啦，7亿什么，全部才6500多万，13乡镇分6500多万，一个乡镇平均不到500万。我一个秀姑兰区的整治，国办完是不要那整，它的支流这么多，要怎么做？何况13乡镇还包含花莲市吉安乡，我是希望就是说，既然新官已经上任了哈，你也是非常熟悉这个课题啊，我希望能够不要怕事，虽然不要去惹事，但是不要怕事哦。既然县长给你回来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希望发挥你的专长，把花莲建设能够弄好一点，拜托你了哈。还有就是刚才迪布斯议员也说过，我们主计处哈，我一天3天2头哈，我就跑到主计室去找洪主任，但是现在很难亲近啊。其实不止主计处啦，现在要去花莲县这么各科室哈，我都不敢踏进去，我不想如何踏进去，里面跟我们议会一样，没有熟悉的人，没有讲话的对象，所以我也很讨厌来议会。没有熟悉的人，没有熟悉的，这样谈起话来聊不起劲。你说我们身为民意代表的，也不来议会，也不敢很想来议会，也不想去县政府，那我们花莲县民多可怜呐！所以希望我们各科室的主管能够善意跟我们这些民意代表接触，如果接触。要表现出你们的诚意。你说我们的主计处好了，有多少的厂商到现在还拿不到他的工作经费的，他的工程款？我们一里代表会的主席3页的工程款，现在已经11页了呢，还没拿到呢。你说一个厂商3页已经做好验收的工程，要到11页还没有拿到，他要如何去养他的工人？如何养？他的工人不是一个，是一家人呢、欸。一家人养不活的，我们的经济如何起飞？我们县长整天就飞大陆，希望我们扩展大陆的海阔天空啊。但是，我们连基本的工资都拿不到的时候，如何飞向大陆？如何有钱去飞向大陆？我刚刚迟来的原因，就看
台湾的一条龙。他说他新政府还没有上来的时候，他一个月要接待10000的客人，现在是零，本来10000哦，现在是零哦。可是大陆来这边团费多少？5天啊，只有1700块人民币啊。5天1700块人民币的话，你说咱是要怎么谈？所以只有剥削嘛，剥削再剥削这一些游客，弄造成这一些大陆人来一次他就不想来了。我昨天请旅行社说我要去日本自由行，五天而已呢，自由行哦，五天给他带你一下飞机票呢，有45000啊，对不对？可是我们愿意去，为什么？建设好嘛。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各科室的主管能够诚意的带着一些民意代表，我们的提案几乎都没有做啊。做了你们又不付款，对不对？那谁愿意来标这个？所以怪不得昨天我们陈建中陈议员说，我提的那个蓄水池啊，蓄水池啊，2年了，包商还不愿意去做，为什么？可能距离我们去做了拿不到工程款，所以我不愿意做。所以我们主席在这边听好了，哦，要在这边听好了，我们付款的时候。应该快，要便民，要让我们新来的议员痴痴的等2年，一个蓄水池还做不好，他在2年后又要选了，如何继续选啊？所以这希望我们这些县政府的官员啊，能够帮助，不要说帮助我们了，因为帮助我们等同于帮助县民嘛。希望我们的预算也能平均分配，哦，不要再搞美仑山，不要再搞芝卡轩了。你们连建设处都有美仑山芝卡轩啊，那告诉我美仑山芝卡轩的哪一个杂项建造有下来的？昨天他们去那个什么啊，天宫步道上，到现在杂项执照也拿不到，为什么？那就是怠惰嘛，对不对？有可以让我们观光收入的地方景点，风衣乡长两手一摊，现在我不给我价杂项执照啊。不能连个厕所也不能建啊，那要如何提升我们花莲的观光？如何去接待我们的陆客？如何接待我们全国来的游览客？那为什么美仑山那么多违章建筑都可以，芝卡仙这么多违章建筑都可以不去检查、不去放行，只要少少一个违章建筑，你就拆，天天就叫人家拆？我是觉得县政府现在做事是本末倒置了齁，再重新，你的污水100亿还没用完嘛，对不对？我们南区很多需要建设的，你是三江镇只有6500万，我嫌不够了，6亿5000万都不够了齁。希望我们新上任的建设处长啊，但回锅的建设处长齁，能够好好的发挥你的专长。施惠平议员。喂。主席还有在场的大家好，大家早安，大家好。那本席这里有几点建议跟两处来做交流一下，第一个，陈席刚刚两位议员所提的关于主计处的部分，其实本席有收到非常多关于民间团体或者是一般的社区，最近呢就在说我们的核销的部分迟迟不下来，或者是不知道是因为承办人的关系呢，全部都推给主计处说啊，主计不过，好，或可能不会过，还是怎么样？本席希望呢，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可以给这一些社区或者是团体，好，能够很明确，或者是比较能够核销的部分呢，让他们能够快速的。能够通过，那尤其像一般社区或者是团体，他很可能他的组成分子是老人、退休长者，好，或者是一般老人家，或者是家庭主妇，他们对于这个部分呢，其实并不是像公务人员这样子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部分呢，本席希望主计这个部分哈，可以多加注意，那也不要让承办人就觉得说，反正一切就是我推给主计，因为本席不晓得到底是承办人的问题，还是主计处真的非常严格。的问题齁，那这里呢希望呢我们主计处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关于建设处齁，本席这里有一个资料齁，就是我们的污水下水道，我们的系统呢处理的水位是8万吨
结果接管率100%。那以目前我们接管率是33%，我们要处理的水是4到5万吨。那如果这样推下来呢？如果污水到处理到100%的时候，我们必须容纳12万吨的水。那污水8万吨，还有不明的4万吨的这些不明水源，这样加起来的话，一定它的容量一定是不够的。那这是可以预期的。所以呢，现在其实很多人很担心啊，如果我们下水道一个人孔盖每就是天天爆了哈。所以这个在系统的处理上，本来它可能在设计就有一点瑕疵。那本席希望，如果已经在工程进行到一半，已经不断的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工程是不是应该要先停止、先检讨？那也知道这个污水下水道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合作单位，就是我们的营建署。如果我们不能说啊，这都是这个营建署的问题，这是营建署不能沟通什么的。如果我们碰到了这样子的问题，本席建议我们现在跟立委的关系也是还不错哈，请立委一起来处理嘛，找营建署一起来处理。如果我们这个问题在已经出现问题还不处理，将来再出现更大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前面抽到的钱又是浪费公帑？所以本席希望，这污水下水道以这几年来已经出现这么多问题哦，应该要好好的审慎评估哦。如果已经知道问题了，赶快处理；如果不知道问题，先停下来研究问题哈。那这个呢，是希望本席这个要建设处真的是要非常的用力的去处理哈。那另外呢，就是呢有民众跟我们反映哦，这中山路下地下道跟机车道，从后站往前站方向哦，那个管路漏水啊。常年让那个路面呢非常的潮湿，那他们也呢不断的就是跟市公所反映，市公所是回应是说已经转成县政府，那转成县政府之后答案就到这里为止，也没有看到改善。那对于这个骑机车的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就非常的危险哦，所以呢本席希望这个相关的那个科室哈赶快去处理它哈。那再来就是哦，路平问题其实喊了非常多年。那最近有这个外县市的有人跟本席说，欸，你们花莲市是观光大县啊，怎么中山路、中华路啊，只要是大马路，那个车子开在上面，我就感觉到非常的不平稳哦。那希望啊，建设处可以给本席一个报告，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在做路平专案，可是路呢依然这么的不平？甚至呢是由外县市的人来跟说观光大县的路怎么会是这样呢，这让本席十分的汗颜哦。所以呢就希望可以给我一个书面，会等一下呢请处长来回应哦。好，以上，谢谢。施进树议员。好，大会主席、副议长哈，各位议员，那我们两处的处长、各位科长哈，大家早安哈。那我想就是我们这个郑议员呐哈，这个人不错，但是口才好，话很多啦。刚才因为我比他早，那个他不知道优先顺序，我比他举手比的还早，所以他一直说看我说讲话哈，可能对我口才没有那么好，可是呢，我讲的都是讲重点哈。谢谢哈，谢谢你的指教。那刚才我想，我们很多那个本会的这个大议员啊，都关心到我们这个大花莲市的这个污水下水道的一个工程。那依据本席所知道，污水下水道的这个工程，我想真的是千头万绪哈。我只有一句话，我想我们对这个科长哈，当然也指责也鼓励有加。我想他做了也非常辛苦哈，他也非常的无奈。对于我们污水下水道的一个计算，当初有部分是由县政府的我们的直接这个发包，但大部分的工程由这个内政部营建署北区污水工程处哈来发包。但是我碰到曾经很多服务的案件哈，当然去到现场，尤其有的这个建府的还叫得动哈，那北区的就是台北
那些高官啊，这个高高在上啊，可能花莲啊这个议员比较小牌，加上这个天连地区啊，算是三不管地带啊，所以这个叫不动哈。那曾经真的我们的当初的设计真的有问题，同时呢我们的监工真的也有时候在外地来的这个厂商，甚至于外这个这些顾问公司啊，有时候对我们花莲的地形地物啊真的水土不服啊，可是呢他们好像是站在这个专业哈，那有时候我想说很多是专业，其实我们花莲是包括我们县议会里面的很多都是很专业蛮都有经验的了，可是呢他们觉得就是有他们的一套，就是好像他们的一个建立专业的权威啦哈，但是他不知道专业经验不够专精，同时呢我们的科长哈，他长得学术都不错哈，但是斯文啦哈，想给国语跟我同款啦，我没有那么他斯文，但是想给国语哈，理性问政，所以有句话说沦善被沦欺啦哈。同时有一些包括县政府里面，甚至于营建署的县政府里面有些老技师哈，这个经验过，可是呢老的有当时啊，老的哈，有当时啊老练，但是假菜椒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万不该，天不该，万不该啊哈。同时呢，这个当然很多厂商哈，可能他是在背景硬，还是说从中央下来的，所以他很多都是非常的这个有背景，甚至后台很硬的样子。我们民意代表去关心，我这个对工程还算不错的了哈，不敢说专业了，但是最起码还有经验有专精了，就有碰到这个很多这个问题哈，所以有当时啊，就是假这个我们污水科长，假我们花莲县政府哈，包括就是假告稿哈，所以啊，我很庆幸很高兴，就我们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老骥伏枯啊，这个在这个修炼啊，修功，这个在六年的这修行啊，我想出来的话，功力会更加的加深哈、啊。我们的这个陈开昌处长，相信他这个经验老道哈、啊，同时经验丰富，那么口才也相当的好，同时最主要他是一样经验过，但是那天我也说的很不客气哈、啊。其实是鼓励他经验过，但是说他老奸巨猾，其实是老练了、啊、哈，不是老奸巨猾，在此跟你抱歉了、啊。希望发挥你这个经验过这个老练的哈、啊，能够把我们这些小伙子哈、啊，我们现在的科长都很年轻，也算是都很优秀，可是就是经验比较不够哈、啊，所以也不要被这个外地哈、啊、这个有背景的厂商来哈、啊、假告稿。我总归一句话，刚才我们迪布斯议员啊，很多议员，这个王燕美议员哈、啊，这些都是大牌的议员，苏慧平议员哈、啊，很多人都关心这个我们的这个污水量的已经超限哈、啊，可能超越大概这个污水量可超越四万吨以上哈、啊，那事实，那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啊，有的厂商真的刚才我讲一下掏假包哈、啊，就是把乙污水没有彻底的分流。甚至有的把它接在一起哈，特别是我不用讲，这个处长也都知道哈，处长已经碰到很多人都知道，特别是这个高碑这个比较老旧的社区哈，都把它雨污水都把它接在一起，就掏假波哈，所以这个是不是把这个雨污水的彻底把它分流哈，这个很重要哈。那如果没有很彻底的分流，加上建工很彻底的去严谨的去建工，加上这些厂商哈。要很特别的去把它去规定哈，把它去那个哈，所以我们在就先天来哈，嘛该救无法紧哈，再用大的水也解救不了，所以本席是这样一个很中肯的建议哈，同时也谢谢我们这个局处啊，所有科长能够接纳哈，虽然年轻，但是我几个可以点哈，还算是很优秀哈，这个斯文的斯文啊。老练的老练哈，甚至我们吴科长啊，他对这个都市计划，从主要计划到进入细部计划，到配合主要计划哈，到这个真正的实质的，这个他都
很有经验了，口才也很好，但是我看嘴高赶快话比较多一点。那我们这个拆除队长这个使用管理科长哈、啊、是年轻，但是比较一板一眼呐、啊。那我们赞助家这个建管科长啊，这个虽然年轻啊，可是这个谁经验都是过了哈、啊。林 A 这个非常非常优秀，这个林 A 按这个公共工程课哈、啊，这个经验都过，特别是李国元啊，他也是好几朝，可最起码有三朝元老，两朝元老哈、啊。这个下水道课哈、啊，这个土木工程课啊哈、啊，可能这个土木这个方面也难不倒他。郑庆龙啊，虽然从这个老皮书哈、啊，但是老练一点呢、啊，相信啊，这个也这个水利科长哈、啊，还可以可圈可，可圈可点呢、啊、哈、啊。那个我们这个基政哈、啊，这个已经好几朝元老哈、啊，希望有一些好的功夫啊哈、啊，希望给我们这些老弟哈、啊、多多的传授。那我们邓处长啊。邓副处长了、啊、哈，代理曾经代理处长，学经验都学术都非常的学历非常的完整，非常的过哈。可是跟我同款了哈，书门够行国语，所以有时候我想那一阵子他也做的实在是挥洒不太动。这个人正派哈、啊、很好啊，所以我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个。经验丰，阅历丰富，经验丰富哦，经验老道哦，又老练了、啊、哈，不是老奸了、啊、哈。这个我们这个陈太章处长啊，如果你有一天要退休，这个功德圆满了、啊、哈，希望你把你好的功夫哈、啊，传授给我们这个邓副处长啊，让他有一天能够扶正哈、啊。我想这个也是功德无量，人家有一句话说，身在公务好修行了、啊、哈，积善之家必有一切哈、啊。谢谢哈、啊，那再就来。有一点我是念珠在珠的哈，也是非常的在意。那个我们这个使用管理科违章建筑的处理，难道一定多全部都要拆吗？如果不是有立即危险，或是妨害到公共安全的部分，那我想说，这个谁来讲哈，包括傅昆萁县长来讲也是没用。为了人民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不让你这个科长不是叫你去犯法去违法，不是叫你出去做这个工作，但是有一些老百姓真的可以让他们是程序违建，不是实质的违建，这句话你听懂了哈？希望就是可以让他们去补照，或是说增加面积，有的人甚至于在已经在跟左邻右舍跟后面的屁股后面的土地已经在洽过，但是在洽过在谈这个，特别是房地产的这种东西，不动产的东西都要有一个时间。有的人真的看你真的趁人之危要卖的时候，但是曾经我也发现我们的这个大有为大县政府的这个行政部门啊，有的甚至有的比较这个正派，有的甚至有专职的工作，但是有的就是有钱赚嘛哈，这个是合法，就是跟民间的有投资。但是呢，因为有的需要非这一笔土地不可，但是有的说经过还是消息透过给外面的炒房地产的，又让他们价格加倍的，甚至于狮子大口抬得高高的，让他真的进退不得。我这样说的话，社区有人都听得懂了、啊、哈。希望本席哈非常非常的在意这些事，也非常的，人家说。如果能够在一个公务部门能够为老百姓解决事情，我想我这作为我们民意代表，很多议员也是这样，如果有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帮他解决，我想我们就是很有成就感，也觉得说功德圆满，甚至于有的比较困苦的老百姓，他们也一辈子会记得说哪一些议员是在作秀，哪一些议员是在口水战的。但是我们花莲县议会绝大多数的议员，不管平地的、原地、原住民，是对于所有的议员，我想都是站在这个为老百姓解决问题，不是在制造问题。所以，我拜托我们的这个使用管理科长，不是实质的违建，不是有立即的危险，希望给他们一点时间可以去做改善，好吗？拜托，希望你一个非常的年轻
也非常的会做事情的哈，希望能够多做一点好事情，让我们的乡亲，让我们的花莲县的乡亲，大家能够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棒的。我相信你也年轻，但是唯一的话，你就是比较固执一点，甚至于一板一眼哈。希望过去很多的，当然这个位置不好做了哈，其实这个千头万绪啊，但是啊，我曾经我也告诉你。当初这个建管科长这个张志豪，其实他曾经，当然他也算是这个虽然年轻，但是经验过，但是也非常的这个负责任，勇于担当，所以很多事情他在这个处理上跟沟通上就比较合情合理，不是叫你们放话，是应当做一个合情合理的。谢谢。郑乾隆议员，好，谢谢大会主席张会长，还有我们赖秘书长，还有两位局处长，还有前面的议会的科室主管，还有我们本会的议员同仁先进，大家早好。那本席首先针对我们建设处的工作报告的内容齁，来跟我们处长的一个双向沟通齁。那看到我们里面的陈述的部分，就是说我们来申请建造的部分，那现在就是我们委托建筑师工会来审议齁，那个时间是1到7天齁，那本席已肯定了齁。那至于使用执照的部分7到14天齁，那有一个意见，就是跟我们处长来反映吼，在我们不管是我们的技师，还是所谓的我们外面的行动不便的无障碍设施的所谓的委员的部分，我想一个业者他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跟金钱，那也期盼我们的公务部门可以到现场去勘验，让他们的建物可以早一点取得所谓的使用执照。那我是希望，那到现场一次到位，那如果哪里的设施不完善，还是跟我们当初的建造有所出入的话，希望是一次可以说清楚讲明白，那不要动辄一个月那到现场去看，这一次看的跟下一次所看的所提列的又不同，那造成了我们业者一个困扰，也让我们的公务部门无形中要去背很多的假想，因为我们的技师去看是 OK， 那如果委托民间的委员去看的话，那业者就存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质疑吼。我想这一部分还是请我们处长多多的了解。那再来，大花莲市吉安乡的水资源的一个处理中心是设在我们所谓的吉安乡，那以后可能到我们的接管力达到一种程度的话，可能要所谓的使用者付费的部分，我想。处长现在研议一下，如果我们在收取我们处理费的同时，那是不是可以定的地方所谓的回馈金的一个机制来明确。那再来不管我们农地是违反的区域法，那他早期设置的一些的所谓的农技间，还是早期的一个设置，可以比照我们所谓的101年4月1号以前所谓的早期违建的部分来认定，一样可以来列管。因为早期我们的政府机关怠惰，百姓不了解相关法令，你们准许他们设置，那你们现在认为说他早期的设施不违法，违法的部分，那你们现在从严来认定过去的101年4月1号以前的，我们要从宽认定；101年4月1号以后的，我们从严来认定，这才是对啊。早期的违建，我们就让它列管，不影响交通，不影响到那个防火的部分。我想这部分是应该是可以这样处理的吼。我本席是这样鉴定来建议吼。那再来吼，我们吉安乡。部长有没有去走过吉安路那一段的跳动路面啊？吉安路的部分，从建国路到我们庆丰那一段，整个沿线都是所谓我们吉安的跳动路面。
整个马路修修补补好几年了，请处长吼下班的时候吼麻烦你过去看一下，那是吉安的跳动路面啊，真的是让我们百姓在出入那一条路上吼真的是非常的不便吼。还有刚才很多我们一眼同仁先进有提到污水的部分吼，那我们县政府在办理我们吉安乡圣安村的污水下水道接管的部分，是因为我们公务部门作业的疏失，是因为我们公务部门督导不周，而产生了我们的厂商就地结算，这是你们公务部门造成我们百姓的不便。我想这部分还是要请我们建设处我们污水下水道客尽快跟业者结清，尽快让我们的百姓有可以恢复一个很安静、很一个安静、很舒适的一个生活环境。因为我们要配合你们污水下水道的接管，我们的后门都打开了。啊，你们给我们的时间是遥遥无期的，你们什么时候可以继续把我们圣安污水下水道的部分来接管、来开工呢？我们百姓极其的无奈，因为你们的作为，因为你们作为的疏失，让我们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尤其过年又到了，我想还是要请处长多多的吼苦民所苦吼，关心我们地方的一个安全问题。那再来，我们昨天有去参观我们公平的天公步道吼，去摘吼。真的是在骗小孩子的，一个花莲一个观光大县，所谓的天公步道，包括它的停车场，包括它的入口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地方了。那里面的一个设施，国家级的花莲观光大县做一个什么天公步道，要吸引很多观光客到那边去参观的。我认为吼，以县政府的立场，还是说我们地方政府的配合。我想哈，拿到台面上会让人家笑了。那个天公步道，处长，你昨天有到现场吗？我想，地方既然有这个景点出来，有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县政府就要协助他，要就做好一次到位，要做那个一点点的台拿不上台面来嘛，拿到台面上来会让人家笑。这个叫所谓的天公步道，我想。本席刚才提的那几点吼，还是请我们的处长吼多多来协助吼，适度时机跟本席来说明一下。那好了，本席好，谢谢。都美议员，感谢这个建设处的很多的年轻英俊有为的科长，经常协助我哦。这个现在这个建设科是重兵重将啊，基本配备都很完整。刚刚议员也讲了，也希望啊，知道你们真的很辛苦啊，尤其是陈太昌，我很尊敬的大哥啊，老骥伏枥啊，要志在千里啊，当然知道你这个很辛苦，所以我也希望呢，当县长我会跟他建议哦，很多案子应该做 CEO 了哈，那你们太多的工作量了啊，造成你们啊重兵重将也都没有用，免得搞得头背弯腰，很辛苦啊。在此再一次鼓励，就看了你们的这个所谓的工作报告，本席比较缺乏的是啊都市计划。我想都市计划是每个乡镇呢很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展图啊，所以前几任还有城乡发展局，这是未来的一个规划啊。所以我想在陈太昌这个处长很有经验下，在都市计划部分还是希望呢能够着重啊，像吉安乡从民国67年28000到现在的民国102年的80000人口，到现在它的整个建地，整个的容它还有房子，包括它的建地，它的一个人口增加的速度，就是一个都市计划最好的一个范畴啊，可以做多一些它的一个建地的使用啊，搞得像现在土房子贵，土地也贵，然后青年住宅也等半天啊。那未来你看这个芝卡仙大道，不管东西南北全部开了，可是旁边还是特定农业区，所以有关都市计划的非都土地使用管制跟都市计划还是要做横向沟通啊。南海1-10路
是不是应该做乡村聚落区？陈聪慧讲半天也没有动。我想因为很多乡镇呢，对县都委会或是县长呢，他可能会比较有点畏惧，不愿意提出来。我想身为这个都市这个建设处长啊，这应该是都市计划的当然的一席啊，必须为广大的吉安乡呢人口速度的增加呢付出很大的心血才对啦齁。不是只是注意住宅区，方圆不到五公里啊，可能不到三公里平面积而已啊。所以呢这个而且是太仓仁安仁里都一样，非都土地使用管制，人口比67年已经多几倍了。所以它的下水、污水道、雨水道都是得到不公平的待遇。当然，我本席要感谢邓子仪啊，经我呼吁多年呢，南海确实有改善很多这个雨水这个暴涨。因为南海一到十路，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共同排水水利会的水排出来都很可怕，更何况那边有污水道哦，要去哪里排？初一十五涨潮会碰到海边。啊，花莲县呢，大家知道东部1934是上升海岸。它的地理位置是这样的，那怎么办？渐渐上升的啊，这边仁安仁里呢，不管是乡村居留处、都市计划规律范畴都没有做，尤其黄昏市场，其实那还是附近还是农地，所以我想哦，未来呢，高速公路叫做安全回家的路，2008年呢三阶段两阶段完成通车，109年全线通车，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卡楼在哪里呀？全部在从头塞一边吗？所以我想未来这个建设课当然比较辛苦了，这个责任也比较重大，还是要规划如何从交流道下来，从吉安或花莲如何用交流道下来，会塞在整个崇德，这是未来的规划。如果交通没弄好，怎么推观光？像现在动不动就塞，塞在这个你们一起你们下班时间全部塞，塞到整个花莲的品质都没有了。更不要傍晚碰到火警。我曾经这样啊，黄昏市场可以塞到林森路的你们的中烈池这边来，就为了把那个下水口呢拿出来大家去浇水。所以我想啊，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建设处真的很辛苦，但是还是没办法啊，你们这个会功在社稷啦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流域综合治理计划啊，我想这个时代不是治山防洪概念啊，13个乡镇啊拿到这么一点钱啊，真的也是6500万也是不足之处啊。流域的治理呢应该变成清水细水，花莲县大山大水啊，这应该要一个流域治水概念立美化，让整个花莲的品质提升。我们几乎每个乡镇都碰到河啊，每个乡镇碰到大河，不管你们是九合局区域范围还是县政府，我希望水利会呢还是不是只是治理这个水会不会排灌，还是希望跟中央都要一点钱，都不永续也好，什么都一样哦，把花莲弄成一个有水就是有很漂亮的地方，让大家那边各个油气观光啊，饮水给水。我想这个时代不一样了，观念也要转变。那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大家都在一直在讲的哦，财政处吧，这个主计啊，也谢谢你，当然你有帮上次讲有处理啊，你们号称县长是五星级啊，速度应该就2个礼拜吧，不管这案子多复杂，该催的就去催吧。你们不是名词，你们应该是动词嘛，加上 ing 吧。因为哦，这个厂商现在很辛苦啊，标案标半天哦，也没什么利润，你们给人家压标压到那边，我觉得很奇怪啊。公务人员，尤其是主计财政这部分，还有这个老师都一样，是外面的商人如仇寇啊，总认为他赚了你们很多钱，很奇怪的观念哦。我当了议员才知道，保守单位非常保守。你有没有想过人家很辛苦啊？啊，人家那个工作不一定赚钱呢，一定赚钱吗？然后死弄主，你要知道你们是公务人员呢，你们的薪水是我们给你的纳税义务人的钱呢。你们速度如果慢于2个礼拜、3个礼拜，你要告知厂商啊，主动告知啊，不是一放5个月啊，一人的活动费也一样，2-3万你可以搞5个月。我的天哪，我今天才知道，有那么辛苦啊？那不想在这单位地调走就好啦，很清楚嘛，做不来就离开嘛，那怕被靠机关就离开嘛。2-3万活动费有需要审核那么久吗？主动一点嘛，我想女生做事很细心嘛。你们只要钱不会在口袋里，谁会抓你去关啊？那个厂商从南到北好辛苦，那玉里啊、富里那么远来这边申请钱，还要透过议员，议员有什么能力啊？
你们整个是专业的、欸，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啊，不要再吵。花莲县穷乡僻壤，能够做工程的已经是寥寥无几了。现在大家也知道标案不好赚，那你们还跟他拖，有没有想过啊？你们是靠薪水，人家是靠这个工程，还要给每天给工人发放工资哎、欸。因为我想啊，这个东西就不应该讲，你们自己应该统欢再报啊，不要说这个才是那个什么，主计你脸臭臭，我很不高兴是不是？那你对过来跟我笑嘛，你不是我学妹吗？我跟你也没有利害冲突啊，你那么不高兴干嘛？我搞不懂。身为一个处长啊，要满脸面带笑容，还是意见沟通的开始啊。脸臭臭就是交恶的开始，不是吗？夫妻都不应该这样的，何况你跟议员，我跟你没深仇大恨，我跟你也没有利益交关。交换意见就要面带微笑，主席，你也下去看一下人家的脸色好不好？今天来这边，我们是欠他很多钱吗？所以我想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提醒你啊，因为我对主计印象很好，我只是说你可能哦刚刚调来不知道，还是要了解一下人家做生意的辛苦啊，做工程吸抵押给啦，多少钢筋包多少哦，那是很固定的啦，你不要再一直跟人家推啦，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都不出来，你就跟他主动告知，人家会多感谢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建管哦帮我很多忙，我顺便看一下第九页的这个。花莲县免办建筑执照、房屋漏水处理原则，还有老屋建检，我想这个就可以满足很多建检的不那个建管的不足了啊、哦。比如说他是老屋建检，他没建检，他自己拆了啊，你们也要协助人家给人家快一点啊、哦。当然建管目前呢，我觉得速度是不错啊，里面小姐态度也变得很好了啊、哦，可能是在这个大有为的科长领导下了哈、哦，因为长得比较帅啊、哦，所以速度比较好啊。邓子怡实在就改变不少啊、哦。跟这个帅有关系啊，所以呢，我虽然希望你们的做工程比较硬邦邦哦，那你们自己有法可循哈、哦，帮老百姓，因为一个房子拖两三个月哈、哦，确实老百姓哀哀叫，有的就可能只买那一栋，一辈子就买那一栋，买到旧房子不知道怎么弄好好。我刚看了你们这几页，这个很多方式就可以 support 你啦，这其实是行政规范而已嘛，是不是？认定是你们的专业认定，我想对老百姓哦。还是啊，吼大一点啊，你对中聪明的建商你就没有办法了。花莲是一堆二次施工，我是不好意思讲啊，一讲的话大家都很难看的。那买旧房子一定是经济比较差的人嘛，哈，新房子嘛，花莲是大拉拉的二次施工，整排都是啊，撕了二三十坪，一二三楼通通撕。像这样的东西，我想要比例原则，对老百姓呢，主要不要是说公共危险会触犯到行车安全，基本上协助他。速度快一点，我想人家会很感谢你们呐、啊。以上报告，谢谢。陈建中议员，谢谢大会主席、正副议长、赖秘书长、两处的处长、各位议员同仁、媒体记者，大家好。好。我这边有几点跟我们这个建设处做意见的交换。那我们处长是我们义里人我跟他的那个陈泰森比较熟悉但是我们陈泰森第一次见面那也希望我们这个义里优秀的人才多照顾我们南区好不好那我这边呢有几点第一点是我们德武部落有一个道路要往我们迪亚部落的一个道路滑动非常的严重这次的风灾应该有提报到我们的建设处来能够尽快的能够予以协这个施作因为这个道路是我们主要这个连外道路现在已经滑动到一半剩下一半所以非常的危险这个行车呢要特别的小心不然会掉到下面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这个193线这个乐德公路算是193线最漂亮的一个那段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野马爱好者都往那边经过。但是这个骑单车的人都跟人这个车子争道所以它的宽度不够。但没有一个行车这个单车的专用道
是不是能够以规划啊？我们历任的镇长啊，也都在规划，希望能够193线，能够有一个这个铁马自行车道，让这个铁马爱好者啊，能够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道路给他们使用啊。这个是193线。那第三个啊，刚刚我看到我们的这个业务报告啊，这个我们都市计划科啊，有拟定我们瑞穗啊温泉特定区啊，但是我作为义里人啊，我们有一个安通温泉啊，我没有看到我们建设处啊做这个安通温泉特定区的一个计划啊。安通从日本时代啊就有存在，而且它水质非常的好啊，是不是对我们的安通啊做一个计划啊？因为现在我知道我们安通这个温泉区的这个区域范围啊非常的小啊，所以腹地非常的小啊。其实这个它这个狭长的这个山谷啊都可以规划为我们安通啊特定区的一个范围啊。我们这个陈处长啊要能够啊提报给我们县长，要安通啊温泉特定区啊能够予以计划好不好啊。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南区啊，我们现在那个义里土石场啊已经关闭了之后啊，很多的这个剩余土方啊不知道带到哪里去啊？我知道有一两处是吗？是一个私人的一个啊土方的啊这个位置的地方啊。那我们这个安通土石场啊，现在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啊？请我们的处长做一个说明。好，谢谢。杨德金议员。多吃也没用啊！谢谢尊敬的主席。我想有几点想跟我们建设处做一个请益啊。前年我曾经提了个案，把光复乡东镇路、建国路的一个交叉路口的排水系统，以及祭祀广场的区域排水，我们已经会勘了有两次。当初也曾经说这个经费有问题，但是时至今日无疾而终。我不知道建设处陈处长，你们建设处是空海安身长黑吗？空海安身长啊，提了那么多次都没有做，到今天为止，你是好好思考一下。另外，我不知道我们建设处，我花莲县政府对于193线的概念是从山站到新城而已吗？然后从新城到南海路吗？从你们报告里面有十几亿，你也知道193线是从山站一直到玉里的二河，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县政府对尤其是从叶美山区这个区块不仅仅没有反光镜，这个转弯的路道不仅仅窄，而且这个路面又不平整，尤其是
积水的地方非常的多，尤其下上的大雨，根本没有办法通行。所以我们现在我用那么多的钱在三站一直到新城，那我们南区的193路段为什么不加以思考？我们南区的议员要服务选民啊，常常走193线。193线不仅仅是最好的自行车道的一个动线，但是因为这个路段非常危险，常常造成车祸，死亡的车祸，所以希望我们县政府基于安全的考量，把193线越美一直到，尤其是到鹤岗这个部分，希望能够该取直的取直，该填土整平的去整平，这样才不会造成一个积水。另外，我们区域排水，光复乡因为是属于这个地形非常复杂的一个区块，很多区域排水跟我们县政府反映之后一直都没有改进。所以我想去年前年会看过的，为什么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执行，希望我们建设处这个书面报告给我，谢谢。徐学义议员。谢谢我们大会主席、张副议长、赖秘书长，以及我们陈处长跟主计的处的哈，那两处的所有的同仁，以及我们议会同仁，还有媒体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首先呢，来就教育我们的建设处哈。那建设处这边呢，我们193的部分，南滨到那个。我们的南海四街呢，我们在之前也发包动土了。那我们也希望说，在后半段的从四街一直到我们的这个中华紫江这边呢，是不是能够继续的赶快来做一个争取哈，才能够串联哈，不然这样子到时候那个地方呢，会造成四街呢会回堵哈，这也会造成比较危险哈。来，再来就是我们的中华紫江哈。中华紫江的那个华城六街跟我们东华大桥的这个旁边呢，是有一个非常低洼的一个道路，每逢下雨呢，这两次的雨量非常大的这个台风雨量呢，非常突来的这个雨量那么大呢，造成那个呢道路呢淹得非常非常的高齁。那我们也希望说建设处这边呢，是不是能够结合乡公所，看如何把这一条道路呢能够做一个改善，把这个水呢能够引到哈，看从我们的这个台十一丙来走，往我们的这个加油站这一方面来走哈，我想这样可能才可以排除我们这个华城六街这个道路的长期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淹水，造成我们轿车是没有办法过，而且是砂石车或是比较高的哈，他们还是有一点不能过哈，所以这个地方呢会造成我们非常不便哈，所以在会后是不是请我们的处理这边能够做一个赶快的一个紧急跟吉安乡公所来做一个协助跟帮忙，还有就是我们劳西的这个南侧跟北侧这边哈，也会勘了几次，跟立委、跟郑立委、跟习立委也会勘了几次之后呢。希望我们能够协助的，就是说我们南边那个呢，也要再加长一点的，就是我们的引水道。然后北边这边呢，就是平和村的这个区块里面，也是我们自来水的引水的，也是我们平和村的这个村民的灌溉也好，饮用水也好。所以这个北边这边呢，必须做一个大概不到300公尺的这个引水道哈。这个是不是希望我们处理也能够协助跟帮忙？还有就是我们怀客桥，就是台十一丙，怀客桥的还没有过桥的北边的右边哈，就是靠北边这边有一个土堤，那土堤这一次的一个台风呢，就已经把它冲垮了哈，冲垮了一小块。那当时呢，乡公所那紧急应变呢，有请我们的九合局要他200棵的这个
这个霸掌，希望能够还有我们的徐立伟协助，说希望有200棵，但是当时才给100棵也不够哈，不够。后来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自己呢掏腰包去买了一些大石头来堆置，但是因为九合旗当时呢认为说他们有在盗采还是什么，在疏浚还是什么，就把它停止，请他们不要施工。其实我在认为说，在危险的时候呢，是应该让他们把这个切口的部分呢赶快补好来，不然在下一次的大水再过来的时候呢，是不是会造成更严重哦？还有中间的这个疏浚呢，根本没有做哈、哦。我这边有那个相片哈、哦，就是它中间有一个立带呢，根本就是没有去做一个处理哈、哦。所以我们在希望说，在我们这个疏浚的同时，能够把它派上用场，把这一个区块里面呢，能够把它安全的疏浚好，让这个土堤呢，因为早期百姓做的土堤非常的坚固。那因为这次的雨量非常非常大哈，然后再加上我们中间没有疏浚，所以它的水呢都往北边来走，所以才会造成这个把它灌了一个大窟窿在那边哈，差一点破堤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东西向，我们东西向呢，吉安东西向的这个芝卡仙这一条道路呢，贯穿了南华二街，非常的让我们地方的来行驶非常方便。但是寿丰乡呢，可以说是全国最大的平地乡，但是我们寿丰却没有一条东西向哈、哦。我想待会处长是不是也能够回应一下？因为长期以来，这个由我们的台九丙、台九线、大斜路、台十一丙、台十一线都在我们寿丰那么多条的这个道路呢，而我们却没有一条东西向。那东西向我们目前一直在推的就是说用东发条例呢，是不是能够把月眉然后通往市区，就是我们的平和村这边出来，但是它必须做一座桥。这个在早期大概我在第二届的时候也带过我们的县府的这个一级主管过去看，看了之后也寥寥无几，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一直希望说能够有东西向能够来贯穿，能够来结合地方的一个这个交通的一个动脉哈，但是我们一直寥寥无几，都一直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也没有再进一步哈。那我想我们一直到从自学的这个木瓜溪，一直到我们的溪口这一段呢，我们势必应该要找一个东西向，能够来做两条式的来贯穿哈。还有就是我们的昨天我们去看那个天公步道以后，给我回来的感觉，就是说他既然可以把废除的这个隧道里面呢可以把它加把它美丽化以后，把它做一个不管是原住民的图腾还是什么各式各样的都能够让我们的那个旅客来使用以外，那我长期我们在讲说溪口的这个隧道呢通往我们那个凤林的这个隧道呢，我们之前也有提出来，就是说希望这个隧道呢能够作为自行车道或是作为其他的一个观光能够再利用哈，因为这个隧道呢非常的不容易，有这么长的一个隧道让我们能够留下来。那这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他们也在做一个评估，但是评估到现在我们的纵管处也一直都没有在做说明。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废除的一个铁路的一个那个隧道呢是能够结合地方，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在那个无盐外加的那个前面那一条路，早期在三四十年前我们本来就有一条通路，那因为是我们的铁路呢必须贯穿的时候必须牺牲了他们，然后他们长期这三四十年以后呢一直都是绕道而行，但是好不容易现在已经恢复原状，那他们居民也希望说是不是能够把这条道路呢之前让我们的这个铁路来使用，那之后呢他们不用的同时是不是能够把这条道路恢复给我们当地的居民来一个这个行驶的一个贯穿，那但是一直寥寥无几，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下文，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不管是建设处或是观光旅游处这边是不是能够协助我们帮忙地方把这条道路呢能够恢复，让我们当地的居民能够来使用，方便他们来出入。这是以上呢几点跟大家来共同探讨。
那也希望说我们这个这几次的这个台风呢，尤其是道路，刚才有议员也提到了，这个道路呢，只要积水，然后车子一过一过的，然后就变成我们道路里面的坑洞很大。但是我们请了公路局来的时候，他们说不是他们的水管，也不是自来水的，也不是电力公司的，到底这个窟窿是要谁来协助帮忙？但是一直都没有在做一个处理。那我们整条道路呢，那么多的道路呢，都是缝缝补补，是能够一次的来修补哈。我想这个才是让我们不是因为这个颠簸，让一些机车骑士呢，处在这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道路上面。我想这个行的安全，我们共同来努力哈。谢谢。张志冠议员。张副议长、赖秘书长、两位局处首长及一级主管，还有各位媒体先生，大家好。好，我住在南区，我常常跟着县长去拜拜。我在他的后面，他都会讲“风雨不侵，五谷丰登”。但是大风大雨要来，我相信他也无法抵挡。在我们南区非常的可怜，堤防垮了，没人疼；路瘫了，自己要自掏腰包来修复这个路。我希望建设处哈，你在很多的地方区域综合治理计划，还有苏迪勒台风的修灾复建都没有我们南区的。希望你也是乡下人哈，玉里人，多关心一下我们南区哈。再过来就是之前在六七月份的时候，有人向我陈情污水跟雨水下水道的事情，果不其然，台风来了，问题凸显了。凸显出来就是要解决它。其实自强路这个事情只是一小部分，还有很多未爆弹。我希望哈，等一下处长你给我一个解释，给我一个就是自强路的开挖花了多少经费。假如在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现在正在进行时，我会很严格的去勘察它，去看它。为什么？因为很多事情就是在施工上没有做好，所以造就后来的问题。假如处长你能把未来未爆弹，假如能把它解决好，我相信你是一大功德。在很多证据的显示，人家在拿给我之后，我再来跟你做一个探讨。因为我们的公共工程的品质真的值得考验。毕竟哈，我是从这个公部门出身的，证据能力我会去抓得很准。但是我也不敢乱讲，但讲出来会伤人，他只能私底下先来跟处长做一个探讨，之后我们再来研究，看怎么来处理这个方式。既然要花钱，要花在对的地方，公共管线、污水、下水道，只要接得好，我相信5年、10年都不会坏，因为现在有新的工法 CLSM， 它是稳固它，让它不会再下线。为什么会下线？就是漏水接不好，所以说这个部分，请我们建设处，我们要好好来研究这个问题，到时候我们再好好探讨。谢谢。潘富明议员。大会主席，我们张副议长、赖秘书长以及两位局处科室主管哈，那么本席针对这个建设处哈。首先要恭贺啊，我们这个义里的乡亲啊，我们陈处长啊能够再回任。事实上刚刚我们建设小组的召集人也特别提到，那么以及你的学养经历啊，包括这些时间上的一个累积啊，我想有很多的事情让你累积的这个相当丰厚的功力啊，那个所以说这里啊，在这个事务官里面啊，我相信你是一个非常适任而且经验丰富哈，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么我想可能哈，针对我们建设处这么大的一个科室啊，那么有非常多的你的这个报告里面啊，几乎是有这个雨水下水道等等啊这些啊，但是本席在这边要求哈，您先把这个约聘雇人员现在分布的情形，包括他的年资，包括他这个所执掌的业务啊，这个部分啊能够在会后提供这个资料给本席。
我想为什么要这么讲哈？这个就是针对这个约聘雇人员啊，那么要采法我们的乡亲啊，有时候思考的角度恐怕在你事务官在你这个处长的这个角度看啊，他有很多不一样的角度啊。例如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讲，你要采法一个案子，譬如说现在地政处农业处因为他用地审计室那么来了这些公文啊，希望你清查特定农业区是不是啊有这个啊违这个违规的情形啊，那么是不是有扩建的情形。那么我讲到的就是我们瑞穗温泉区，那么在瑞穗乡公所收到的审计室必须针对50个这个特定的地点去查查的时候，可是在我们这个瑞穗温泉区的这个规划范围之内啊，那么也有数十家，那么也被采罚了6万块。那么我在这边讲的就是说，你这里是政府哈，我们这个吴敬兴吴科长这边有一个温泉区的规划，从100年开始，我们政府花了2000万，2000万给你去规划这个地区。我们从原来的880多公顷啊，那么一直检讨到现在，已经召开了要第5次的这个审查会议。那么你的特定这个农业区，它也变更为这个都市计划内的用地。那么在这个用地内的这个住户啊，他却要受到审计室的这个规范，必须去查查的时候，罚了我们的乡亲的这个啊，他所建的这些建筑物啊，那么因为用地不合，那么是不是可以？所以审计室这次，我们黄胜富黄议员有特别跟审计室的那做意见交换的时候，审计室也没有说我一定要罚你啊，那你是不是可以迁办？所以我跟农业处也跟地政处讲，你们横向的联系必须要有，也就是说我们汇个文给你们啊，这个是地方是不是有特定这个我们的计划在开发的时候，而不要用采罚的方式。我今天还要讲哈，这个部分是必须要请你们用横向的联系哈，这个包括我们瑞穗温泉区的这个特定计划区啊，能够尽速的哈，能够定案，让我们民众才知道他将来要怎么样去配合我们政府的政策。这个我想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一拖已经拖了将近5年的时间，都还没有搞定，这个表示我们的这个行政上啊，是不是有必须要再检讨的地方？那么尤其是约聘雇人员哈，那么我不讲哪一个科室的哈，我希望要针对这几个问题特别去检讨的，也就是说，你这个温泉区的这个温泉法的相关规定哈，那么现在啊，我们贵府啊有一位同仁啊，那么是也是科长级的，他已经做仙啊了，他已经往生了哈，他曾经在生前的时候，他特别啊，那么跟我探讨过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也是经营民宿。为了一个水钱的问题，认知不一样，你就是要罚人。但是从我了解这整个案子的过程里面啊，他并不是以财罚为最终的目的，而是说你今天拥有的水钱，它合不合法，能不能延续，这个都可以延续的，为什么不能延续呢？在这个观念上，大家的这个意见不一啊。一个小小的约聘雇人员可以坚持他的意见，然后你们承办科室的主管啊，却漠视了我们民众的权益，仍然开罚。可是今天还要讲，还有这是讲温泉这个温泉法的这个水钱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地下水的部分，地下水的部分呢，那申请的时候，我想我们有很多，尤其是乡下地区啊，有非常多的这个地下水井，有哪一个去申请的？那么你去发现了以后，它是属于这个营业用的也好，或者非营业用的也好。他如果没有申请，就补申请嘛，补会刊嘛，为什么一定又要罚？讲了老半天，态度啊，比你当这个处长的还要大。像这样的约聘雇人员啊，就是为什么呢？占据这个位置太久了，只针对特定的法案法律很清楚，当民众不清楚的状况下，你说的什么好像就是对的。像这样的态度啊，像这样的约聘雇人员啊，应该要给予啊。我在这里很严正的告诉我们的处长，包括科室主管，像这样的不适任的就可以离开了，也没有考核啊。那么今天还有很多人的位置，是不是有接受到相关单位的检查？这样的人还可以继续在
某个科室里面去担任重要的角色吗？他说了算。我相信我们很多议员，尤其是北区的议员，在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针对你们的约聘雇人员啊，那么提出相当的这样的一个不以为然。哦，所以说我这边哈，那希望你在会后能够提供哈，那么该检讨的还是要检讨。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哈，这个讲到先进的国家哈，这个污水下水道，我相信我们陈处长您在义里政工所的时候就开始在进行所谓的污水下水道的整理啊。可是我们义里镇啊，过去还看得到有一些啊雨水下水道的这些整治，现在我们却看不到啊。你在这个工作报告上面啊，针对大南区的部分啊，那么有污水下水道接管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我想先进国家要求的是什么？要求的就是你的雨水下水道、污水下水道都能够做统一的管理，以让我们这个所有的环境啊，因为雨水、污水的这些分离，包括管理啊，然后达到先进国家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针对我们大南区看不到这样的一个计划，应该我了解的是，我们政府像这种污水下水道的管理啊，应该是延续性的哈，延续性的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到这个疏浚的问题哈，那么我昨天也跟我们农业处探讨过哈，这个疏浚应该是跟我们建设处有比较大的关系。那么这次我们这个尼伯特台风啊，造成福安街啊，我相信陈太章这个陈处长啊，你应该很清楚，就是福安街就是在铁路旁，现在做这个观光这个铁道的这个部分啊，居然这次淹水了。过去民国87年的赫伯台风啊，这边漫过，就是我们整个无尾溪啊，漫过我们这个义里镇来。只要这个一漫过啊，几乎是全义里镇都要遭殃了。那么福安街这次的这个淹水啊，跟我们的疏浚有绝对的关系，也就是在我们义里大桥和这个拉姑拉姑溪衔接的这个部分，一直到这个下游，也就是啊，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态公园的地方，卓溪的出水口，现在所有的这个淤积的状况啊，都已经快要接近堤防，剩下2公尺不到，公尺多，这个都是没有疏浚的状况。有去年有做的疏浚，就是在这个卓溪的部分啊，它疏浚了大概将近60万立方，但是杯水车薪呢，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现在我们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义里西瓜不能够种在我们这个秀姑峦溪的河床上面，那么跟疏浚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但是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你疏浚的部分，你应该新的年度你可以划出一个范围。我希望我们建设处啊，相关的科室主管能够尽快的跟我们水利处这边来了解一下，跟我们这个第九河川局啊做双向的沟通，哪些部分可以啊这个化为这个啊这个你要疏浚的明年度的，我相信这个很清楚的。你到底编了多少预算，你要疏多少，这个预算应该今年就会做好明年的一个规划。但是不属于那个部分，就应该可以开放给我们民众来种西瓜。现在民众的西瓜啊，南宫建班啊，现在都开始已经要开始要种植了。那么现在一直这个一通电话，一直行政命令啊，就不准我们义里西瓜啊能够种哈。我想我们的这个严局长哈，应该很能够体恤。那么我们的这个乡亲啊，我们义里西瓜已经打出了这个知名度，是全台湾省最有名的义里西瓜，包括当然我们整个大花莲地区啊，我们寿丰也好，凤梨也好，西瓜几乎是我们啊这个花莲县啊非常有名的一个产地。那不要因为啊你的这个疏浚啊变成我们议员在质询的时候，你却因为说疏浚就把整个啊我们要种西瓜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啊，让我们的瓜农啊不知道要何去何从啊哈。这一点我是希望啊我们这个建设处哈，能够针对本席的这个意见啊，如果时间上不许可的话，我也希望全部能够用这个书面的方式来回答本席。那么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这几次的这个台风啊，造成我们富里、瑞穗、义里、卓溪啊相当大的一个灾情。那么非常多的这些单位，包括我们水保局，包括中央中办，包括原住民委员会啊，都到场去会勘。那么甚至其中的官员也提到，
那么是不是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啊，那么有编了这个我们政府的预算里面的一个灾害的这个预备金啊，有将近100亿，那么可以拿来作为修复之用啊。那么我昨天也特别跟我们东办的副执行长哈、啊，就是李旭林，我们过去的老同事啊，那么跟他了解以后啊，他也认为说有部分地段啊哈，不能够让民众有安全的这个通行的部分啊，那么也实质上啊做了复勘的动作，那么很快的他们也希望说把这些经费啊能够挹注在我们地方政府，或者说由相关单位来执行，是不是也请处长啊责成有关人员啊能够了解，让我们民众啊在这个道路的这个行驶上面，包括我们观光景点的这几个部分啊都能够做这个啊、非常重要的这个沟通，然后呢实质上的啊给予民众一些支持。那么以上是本人的意见，谢谢。李部司议员。谢谢主席哦，补充一点哈，请教主计处，目前我们花莲县哈到目前为止地延付款的案子有多少？那总共的金额大概是多少？以上，谢谢。潘富明演，我补充一下哈，就是针对那个瑞穗南六路哈温泉区特定区啊，南六路那个部分，大概就是东冈秀川的这个尾段这个部分呐、啊。那么因为我们都市计划也有计划。那么现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所谓的雨水跟污水下水道的部分啊，完全没有处理，是放任的这些水啊漫游到往南，几乎是靠近这个瑞穗的这个溪水那个部分啊，这个是不对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想瑞穗乡公所因为经费上的问题，没有办法把这个雨水跟污水的这个排水沟啊公共设施做好。我希望说会后啊，你们也能够。啊，到现场去会勘一下，像这样的情形都是非常严重的。哪里有说你今天做生意的也好，或者说做这个居住的这个环境啊，都因为这些雨水、污水、下水道的这个水啊，那么排到这个路上去啊，让它自由的漫游。我想这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谢谢，黄正富议员。谢谢主席哈，现场所有女士先生大家好哈。在我提这个意见之前哈，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举例啊哈，我先请教一下我们的建设处的技证啊，你身高几公分？好，谢谢你哈。我们这个在工作报告里面有提到哈，这个屋顶防漏的处理原则。它提供民众防漏的时候的一个屋顶的设置，这是一个便民的措施。但是这个处理原则里面提到最高的高度，最高的高度，这个顶楼加盖最高高度是2米。如果我们在考量这个铁皮屋的这个屋顶设置的斜率，它斜过来的位置的时候，一个184公分的矩阵，在你的屋顶活动的时候，你的头就可能跟你的铁皮屋的这个底部碰触到了。加上现在的新一代，他们普遍性身高都比我们高，所以这个屋顶防漏处理原则，它所定的这个两米中心最高两米的限制，应该要跟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应该要适度的检讨跟放宽或是提高。而且我们在这个屋顶的突出物里面有很多是楼梯间，楼梯间它是一个合法的构造物。那你要让人家设屋顶，那楼梯间已经有一个基本高度了，你又让这个屋顶的最高只有两米，所以它的架设这个铁皮屋的时候根本很难架设，或是架设完也没有美感可言，所以希望这个建设处在近期把这个处理原则做一个适当的调整。第二个是，明天开始有很多的基层座谈会在花莲市吉安乡开始举办，我想你们一定会遇到很多民众来问你们说，以我举这个吉安乡的北昌村为例。民众一定会问你说，
到底这个污水下水道什么时候要去进行啊？主干管是什么时候？然后加护接管是什么时候？因为以北昌村为例，这个被通知的这个开工的日期哈，或者说这个工程的日期已经递延了好几次了，那未来还是蒙蒙渺渺，还是不晓得你们什么时候会去施作。这牵涉到很多家户他要改建他的厨房啊，要配合你们的污水下水道的预定时程，他才有办法做这样子综合性的调整啊。所以我希望这个建设处这边啊，统一做一个 DM 通知北昌村或是其他的村啊，明确的告诉大家说这个计划主要的实施时程会是什么啊，让大家这个有一个心理准备。另外也请书面哈，书面告诉我们这个东华大学特定区它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它未来的规划方向是什么。刚才处长已经报告过这个住一住宅区目前有了这样子的进度跟未来的方向，可是大家关心的这个东华大学特定区的计划未来是什么哦，现在现建的人家的建筑哈，很多的限制都还在啊，未来是什么？希望尽快的能够这个让大家明了。最后一点是，住一住宅区它即将推动的湿地重化哦，有很多绿园道的设计。可是要请问的是，电杆的地下化是不是能够借由这一次的湿地重化一并来纳入？哦，这个公部门是不是应该要找电力公司来协调，在这个整体性的规划的时候，把一个新风貌呈现出来，让住一住宅区过去这个还没有电杆地下化的部分，能够透过这次的湿地重化一并的来做检讨，一并的来实施，让整个区块的这个新风貌能够呈现的更完整。好，以上谢谢。郑乾隆议员。好，谢谢。那我再补充一下哈，那我想了解哈，我们吉安乡我们建国路的部分哈，它未来拓宽的一个到目前我们建设处哈的流程到底是走到哪里的哈？那建国路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碧云庄国兴里，还有我们吉安乡的永安、太仓、庆丰、吉安，早晚进出的车辆非常多，那尤其我们在当地也有我们水源村进出也是都走我们建国路，还有我们慈济附专、慈济医学院 的学生也都是从那边进出齁。我想我们地方有的需求性，我们公务部门有其责任齁，在未雨绸缪齁。我想建国路的拓宽可以带动地方的繁荣，也可以改变我们地方目前交通的拥挤的部分齁。我请我们建设处齁还是要早一点来规划，早一点来新设我们建国路拓宽的部分齁。那再来齁，我要跟陈处长你提齁，那本期这一两年来齁，在我们花莲县议会来服务我们广大的一个选民齁，那本期亦肯定我们建设处里面的同仁齁，不管在跟议员的互动还是为民服务的部分齁，都非常的落实齁，那本席一一肯定，谢谢。没有议员要补充发言。那开会时间差不多了，请建设处主计处就各位议员的问题做详细的书面回答。大会报告下午议程分组审查或收集资料。明后天11月12号、11月13号例假日休息，11月14号星期一上午9点进行县府教育处、原住民处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请相关人员准时出席。散会。